我希望你对我能信任一点，别老那么猜忌。我这人不像你想的是，一个人怎么样跟他的外表没有关系，不能以貌取人，对不对？我长这样。别说这些客观的，如果你要是不改，我没法相信你。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话，我已经够让步了。要之前我想的是，要么你就选择工作，要么选择我。现在我说你可以选择这个工作，但是说你必须得做出改变。但是说你觉得你俩做都没有，那我没法跟你一块。那你要让我继续工作，我可以改变呀、啊。但是你不能让我放弃这份工作。老师也说了，嘉宾也说了，对不对？我自己我也能听明白。或我去尝试改变。但是我绝对不能说因为这个放弃这份工作。那我还怕回头您尝试改变，尝试尝试觉得不好，然后又回来了，那我怎么办呀？那如果你要是觉得我实在不行的话，那我还说呢，我可以退，可以放手，我可以放手，真的。我希望您好好考虑考虑，我真不是说为了死乞白咧的非要去拽着你，我不拽着你并不是说明我不爱你不喜欢你。咱俩这么长时间你也知道我这为人，我很直接，我也很直，我不会拐弯。反正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还是保持你现在这样，我没法跟你在一块儿。光相爱不用心处也成空，一个人把心都掏出来，可另一个人是瞎子看不见。说的是什么事儿？就说的你们这种现状。兄弟，你刚才那些话其实听完以后，我挺替这个姑娘难受的。那么爱她，干嘛说那些话去伤害她？兄弟，我告诉你的是，这个世界上真的能够找到一个在意你的女人太难了。回吧，请回吧。来一期数五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开门。刚才为什么哭啊？委屈呗。那么多人面前都连个面子都不知道留，还怎么做男人？不是，停站中间，跟他站一起了。嫁给我吧！一只。Yeah,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. Yeah, we were built to thrive. Yeah.